学习，然后去适应学习嘛，然后就是说，这个是失去学习。再就是我们下面说的回想心理嘛，要告诉你学习学习的话，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，就是我们在我们就是我们是快乐的心情。嗯，因为我写的话，只有两个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心情上，就是说，第一个是什么？我就是那个超级超级厉害的时候，做出来我的心里觉得很舒服。我刚刚也是那个，进入的时候很超，我也是在就是超不过去，这个是我心还有天，我们又不能离。这个说的讲的是上一次上面的，是那一天，从这个那个那个凌晨。有的时候啊，就是那个卡池，那时候就是池子跑出来了，所以池里就有这个刺。我这个刺我就是什么，也是做了一个池子，刺了这个池子，然后就是说是找出来的。然后我们一想，我说这个池子就是跑出来的，我就是想那个，就是刺出来的。对啊。对啊，你如果光只是在文思、在打坐，然后在无蕴里面要去找自我，你是找不到。你觉得我没有啊？哦，我已经无我无私啊！啊，认为自己的体悟的境界很高，但是力缘对境，处处在展现自我、自私、我慢，却看不到。啊、哦，所以必须要有前面的政治政见，然后再立缘对境，你才能够真的去对照、去反观。原来我们在立缘对境的时候，常常在展现主宰欲、意思时好为人师，哎，对，Thank you.
我看着他，我看着他，他的手看起来有点像一种好，你现在重点是怎么样？哦，好了，最重要啦，是要真的要学到柔软了，哦，一般人真的硬碰硬哈，两败俱伤了。很多人就是吞不下那一口气，啊，那一口气有那么难吞吗？如果你吞不下那一口气，等到有一天你会想要吸那一口气，你都吸不进，你会憋死啊！所以真的需要我们把心量打开啊，天下本无事啊。心量打开，真的天下本无事，不要为一些芝麻蒜皮小事在那里过不去啊。夫妻，我现在不是特别讲你的夫妻，为一些芝麻蒜皮小事，那么就是在那里常常争气生气，那斗气，真的不值得。所以像以前我在青年的时候，就是后来考虑要结婚之前哈，我跟另一半跟他讲嘛哈，我就跟他提到要在一起，我们要有一个原则，就是绝对不伤害彼此，只有结善缘，不结任何恶缘。这一点也是让大家参考。只有结善缘，不结任何恶缘。对家人，那是我们所爱的人，真的爱吗？真的爱，就不结任何恶缘。所以你有这样的认知，包括进一步扩大，所有的人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。所以空海不管到哪里，我不跟任何众生结恶缘，有因缘我就服务回馈结善缘，没因缘互相尊重，最低底线不结恶缘。所以这方面也希望大家能够如果能够做得更好，当然更好了。讲出这些事让大家可以参考，像我个人为人处事的一些原则就是这样。如果我们有因缘认识见面，好，我希望能够对彼此都有加分的作用，都有正向的相辅相成的作用。如果没有，至少不要形成扣分，也就是不结任何恶缘。好了。